转型正义，转型正义，高喊转型正义，民间团体来到立面前，为政府加快速度，为前总统府执政彭明敏平反。促转条例的通过，我们有新的机会实现未尽的事业，尽速平反彭教授、台大师生与白色时期校园受害者的不法情势。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相关机关应加速推展转型正义。彭明敏的学生郑义和强调，时间是他们的最大敌人。60年前，彭明敏和魏廷朝、谢聪敏发表自救宣言，其他两人已经受到平反，但彭明敏却没有。就是正在算是推动转型正义的，包含国家人权馆。或者是行政院的人转处组织的编制能力过小，或者像是人权馆找不到就是对转型正义工作有了解跟使命感的学者专家来推动。那当这些转型正义的工作变成是公务员的工作的时候，基本上这些工作都推不动。许多转型正义相关的名词都被挪用，例如绿色恐怖，那或者是甚至有挪用国外的塔绿班，那这些都其实来自于台湾的转型正义教育不够落实，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误解跟误会。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也提出三大诉求、两大行动，呼吁政府加速平复司法不法、行政不法的速度，并落实校园的转型正义。民视新闻郭德宏报道。好，我们今天。